对对，那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你们感觉还蛮关键的那个道具。嗯，不过其实、欸、你们要小心哦，我们的人使用可能会更强。抱歉，我回来了。有一只兔崽子跑去吃塑胶袋。哎、欸，小心啊！猫啊，猫，猫咪都很爱弄塑胶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把塑胶袋抠过去咬。猫猫兔，他不知道手哪里那么长。哦，他还在弄那个吗？这让我看个三十秒，发现。堕天使转职的地方了，哦，六六六，哦，等下他就直接进去，直接堕天使，嗯，没有，我们这个天使全部都变堕天使，他自己与我们同在，这边是，他自己与我们同在，可惜不能吃，怎么可惜不能吃？你们冲他回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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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杰克怪怪的，对啊，杰克想吃，本来就不能啊，对，他很想苹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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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死掉！没有看到那个清楚的地方，试试看，这样看可以。对对对，刚刚哈基刚那里有，我这边有观众说把那边打掉啊，打掉，就是装备限制多天使那边打掉。他说有人剁的话，五五八八负八八四的红石会启用，所以把它打掉就好了。好多八哦。对，好像发发发发发发，可能有作者留言，他们帮我看到是作者吗？他是作者吗？因为聊天讯息跑很大啦，然后我是那个额外的小队长留言那边，他们有、哦、作者来我们这边留言，不会跑很大、啊，没有讲真的啊，笑什么？超级留言，不是最喜欢看到作者在那个聊天室留言，他只会气，他说这个其实还好，打掉，我把设定者清一次。好，清一次啊，应该就是，要不是连闪变清一次这样子。嗯 ，OK。可是变成说，你游戏中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偷偷跑去别人那边去偷买，因为他们会就乖乖，只能拿自己的。嗯、好、嗯、如果原本有，也要丢掉，就只能拿堕天使，只能拿堕天使。嗯，好，有，好，好，不行。这样那个是选对。好，反正就试试看啦。写吸血鬼吗？对，你要当天使也可以啦。对啊，这样也不错啦。也不是不行啊。那天使没有这个道具，吸血鬼才有。我想拿汤匙。精神折磨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我们先下去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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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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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想。这样看起来吸血鬼还是有一点劣势吗？对，可是吸血效果回来了，所以应该还是要期待吸血效果。但是魔王的效果是什么？有魔王恶魔吧，恶魔，恶魔就是刚刚说召唤物而已啊，凋零怪。哦，不确定会不会被打死啊，可是他打人会有凋零效果，我觉得那其实应该蛮烦的。嗯，对，感觉跑步没有很快，所以感觉没有站点的时候放。嗯，放在点里面的时候，对啊，要抢点的时候，他们过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找不到游戏开始，在上面，在上面吗？分对方式开始手动哦，应该好了好了，来，走走走，这样吗？哎、欸，那个香精西瓜，忘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连续 TP 在这边？哎、欸，我被连续 TP 三小，你有办法吗？啊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啊。喂，我先买一把金就好。哇哦，斧头是13块啊，给你。可是对啊，斧头就没有办法、啊。为什么这里箱子有东西啦？箱子没清空，没清空，对不起。西瓜。啊，他们那边应该也会有东西。Go go go！ 头。哎，谁是天使长？衣服。吸血，吸血王是谁？团。然后我是真相。真主啊，真相。你是真主，真主，走走走，真主，真主。我们先，别克，我们去那第三个点。好，第二点给他们抢。第三点要往左、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。更好，更好。有。跟紧一点。一二塔交给你们喽。好。我带着真主大人过去。喂。喂。来来来。有有有！哎呦哎呦，他们也要来了！
有功，哇，好大的功，好大的功，小心躲，小心躲。喂，陨月没有武器，陨月没有武器，点是我们的，点是我们的。这吸血太扯了吧？哎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哎，我吸半条血，不死了吗？没有没有，点点点还不是我们的，差一点。哎，他的弓好痛。杰克杰克拿弓。我死了我死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说第三个点有没有人？哇，不行不行，刚刚那个没有速度就不行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就可以买帽子。这吸血好 OP 哦。吸血 OP 哦，只是没有吸血很烂，等一下让观众玩那个好了。可是弓很强，所以还是要小心。杰瑞来了，杰瑞来了，杰瑞音乐来了，要三十块，我再一点，好，哦，人比较少啊，杰克我来，悠悠走，跟你走，我跟你走，我要往三塔好了，对面三塔、哦，哎，我们二塔，我们先去我们二塔，先站点好了，好先强。他们应该也要准备有人来那个剁了，啊、可以蹲他们的剁。啊！你们还好吗？啊！不好不好啊！杰克，我们等一下走山路去前面好了。好，看看这里，应该是通他们的二点呢、啊。走走走！有有有，他们在二点，他们在二点，他们进去，他们在等。等那个没了，我们就杀进去。好，他们没有，两个都没攻。好，没有攻，他们现在里面无敌哦。我去看一下多久，四秒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等一下，他们无敌，好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喂，他进去冲，冲你，继续冲，先起来，先起来。喂，喂，但是这一场我想玩翅膀，你玩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点八完全就吸起来了。好、哦，小雨快死了，小雨快死了。好，我打慢一点，这样伤害比较高。哎，怎么有特别的效果？烫，他们用技能，他们用技能。干掉！还有团，漂亮！站点！哎呀，他们刚用那个、啊、烈日之法，那个不是。但几秒后直接死光吗？音乐来了，音乐来了。没有，那个是中毒，中毒。对对对，有点站到，点站到。两边包夹他。我去二塔。哎、欸，杰克，好、啊，你在那个，一起。挥。哎、欸，有，哇，你缓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有。他想回马弓。还是我。我吸到，换你打。漂亮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还有速度，哈基！哎，速度怎么变慢了？喂，别跑！他跑回去了，他跑回去了。顺便回去过去看看那个点多久。哎，看不到。他无敌，那个结束了，无敌，有，可以，漂亮！谢谢。我们那个哈基回他们的二塔，好，他们二塔快好了。有哇！我们攻陷他们一塔哎、欸！他们来了，杰克，我们先退，还是要蹲他们，都可以。骑兵他们都看到了。哎、啊，一堆人啊！喂，要拿弓的比较危险。喂，哇，他有钻呢、欸，而且他那个会击退。哇，喂，有钟不好打。三塔空喽，打三塔去，吸他，有，血是满的，后面还有一个鱼、啊，月也来了，喂，打，我砍鱼，只要我们两个一直都活，死了，正想说我们都活着，牵制很多时间，是牵制蛮久了啦，对，牵制很久，他们的分数已经停滞了、欸。哦、没有啊，堕天使来了，堕天使来了。因为我们一直在站塔、啊，我们一直站塔，他们家的一二三都是我们的。对啊，消失装备 OK 吗？问他们堕天使。哎呦，我的衣服可以强化。对，
你看放那炮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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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炮兵啊！等你一下，带带带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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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血月，梦魇，看来有人打不死人，我在一场。哇，他技能的都要十点跟十二点才会比较强。哎，杰克，你去哪？他在一塔，你在一塔啊？巧克力说等你，结果你自己跑去一塔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看，我就先出来，怕被占走。他说还是不能换武器，只能空手了。你们去三塔。好，我们去三塔。啊，来不及，好像有人在站了。那我们等下可以歼灭他们。我在跟音乐玩恰恰。所以等一下应该还是有人，有人，有人了。指定方会打掉。嗯，被占走了。哎呦，不要啦！影月里面已经没有那个了，被看到了啦。对对对，可是他，我们顺便可以跟他们打，他们不会回血，我们会，我们会。哎，小雨快死了！哇，他那个击退击好远哦，我被打下来了。哦，哎，哇，死了死了！哇，弓超痛！哎，我已经那个了，都防弹了。我已经防具都满了，被打还是很痛，所以现在吸血鬼虽然会吸血，可是防御力没有很强。嗯嗯，他们有盾哦，有装备，有买什么吗？等你，管他把弓丢了，管他把弓丢了，先走先走先走。好，打不用你要破血啊？对啊，我怎么打了？一塔就过去，钻石装啊，那超厚。对啊，天使的装备还蛮强的。欸，有人来哦，团团。不是，是 Jerry， 他空装跑走了。我们追他，我们追他。Jerry， 他想去我们的二塔。我们应该追得到，我们应该追得到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打不死他，打不死他。为什么打不死？他好厚哦。反正这个钻装完全打不死哎、欸，武器可能要提升。他站在那边给我们打、欸，他死了，斗天使死了，死了。哇，他斗天使啊，他没装备，超惨。应该可以去买个盾。我跟他讲，他衣服可以换，还有盾牌，就只有这两个了。走走走，下面有人，去嚣张。打他打他打他，他有弓，上他，这个上他，追追追追追，哦，哎、欸，你的速度，哦，你的武器是二阶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阶而已。哎、欸，你的速度刚跑比我快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他应该追一刀。有四滴，哎呦，可是你的速度没了，我追就跑不进了。喂、欸，有还好他被卡住。喂、欸。哎，擦一下，你要干掉干掉 ，OK， 干嘛？小雨，平砍啊，平砍啊，还有空手，我他也有弓，他也有弓，小雨变出一把弓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事吗？小雨，他就一直射，一直乱射，我慢慢砍就好了。有事吗？哎，三 D 三 D， 哎，没有干掉干掉，白痴！哎，我血好厚！哎，哎，团团，团团，你打不死我！真的很厚哦，我的血，他哎他打他就一滴血，你要两下才一滴哦。哎，真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回血。吸血吸血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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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使的防具太强了吧！哎，神将天马团团哦，
欸、超硬，不是他把他弓吞出来，白痴，然后在那边给我们打，在那边不动，哎、欸，说还我，然后在那边给我们打，团团，弓丢出去、啊欸，我紧张到把弓丢出去、啊，不要这样，间谍，哎、欸，等下，所以弓。